下学院呢，建于北海之滨，由庄周、夫子、墨子三贤者所创立，以有无相生的观念培养了不少英雄。比如说我，天才少年东方耀。要通过入学考试呢，就得看你能拿出什么样的宝物了。不是吧，入学考试居然要打星皇神兽。冷静点，他没看起来那么可怕。要小心避开他的重击。好强。进入纯净之域，天充满了力量，破魔之剑，快上，就是现在。居然还会这种。支持三宝龙王，不过出现在地下，快闪开。王者峡谷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切的源头还是在那个地方。长安久违了。说给他的考验会不会太难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再说他可是我看中的人，绝对没问题。还是有点替他担心，贤者把这么困难的事交给他。星光荡开宇宙，少年闪耀其中，而且还有我在呢。希望他不要像你一样臭美。Hello guys, mau top up game online apapun bisa ke Devamage Shop. Kalian bisa top up AoV, Mobile Legends, Free Fire, Valorant, dan masih banyak game lainnya. Top up di Devamage Shop, selain murah, legal, aman, cepat, dan terpercaya lagi. Skui lah DM IG-nya, @devamageshop. Atau hubungi nomor WhatsApp-nya ya. Devamage Shop, ara-ara.